署明信片，我们要市政府，要厂商知道，北投人不要缆车，我们一起喊一二三，北投不要缆车，一二三，北投不要缆车。接下来我们要要求二阶环评，一二三，要求二阶环评，一二三，要求二阶环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，我们赶快上去发声，谢谢媒体朋友们，谢谢。好，第一个好，北投不要缆车，一二三。